几个几个对几个，这样子吧，我也不用欺负你。我如果说，如果我觉得这个厂长虽然说确实很难打这套阵容，但厂长不代表他没得打，对吧？求者这边万一犯病呢，你这个也得算进去。而且这个厂长他如果在开门战把握好机会，并且他在开门战有二阶能把握好机会的话，还是有翻牌的可能性的，只是他前期会很烈。就求者稳不稳，大帅一直在牵制这个时长，在看他前期的节奏在做判断。大帅一直在拖延时间，你们懂吧？很烦。这样吧，如果直接过来抓这个玩具商，五十对一百，好吧，我五十个你一百个，行，没问题，没问题，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分钟之内做完，没碰出去，你敢信吗，老你两分钟之内做完。厂长没有意识到啊，这波厂长没有意识到啊，这来不来的话，本来能拿到的，可以。好，就这么定了啊。那这局厂长第一刀有了，闪现再开一刀，这厂长美如画呀，我感觉都不用等待厂长的翻盘了呀，这个开局。这什么兄弟们，能不能拿玩具商一刀啊？这开局厂长啊，对吧？拿玩具商一刀不是挺正常的吗？闪现要交出来吗？闪现没有敢直接交，电击非常快啊！电击的话，马上三台机。这电击能马上三台机？你在瞎说什么东西？你看看清楚好吗？这边闪现一刀下去，这人没了，三台机。哎，怎么有个跳板啊？闪现，对喽，好的。这里跳板也没用啊，跳里板撞墙跳板。我就这么说啊，兄弟们，现在厂长就是立于一个什么不败之地，这厂长已经输不了了。别信兄弟们，别慌，我知道大家压了很多都说他的一个不你别慌兄弟们。哎，你这就坑人，带着大家一起说哈，怎么前期节奏都不看的就说哈。老杨给你们镇场，别慌兄弟们，稳住，稳住家人们，稳住，别慌。我知道你很慌。哎，这大副从后面绕过来没看到。放黑炭，时间拖时间，拖时间，拖时间，好吧，就拖时间。哎，我这里就拖，打一刀，又来了一个，再放黑炭，假动作，假动作，一刀，再补，啊、哎呀，打椅子，古董商，这是什么破动作呀？怎么那么像出刀呀？啊，好像啊，这什么动作呀？这一把的话，兄弟们别慌，他没了，他没了，这把长短铁没了。这把他怎么去追大副了呀，老哥？你闪现都交了，古董商直接过来打团了。你可以交闪，但你不能看不起我的古董商啊，老铁。但这一波的话，哎，这波玩具商没飞进去，给机会了。这边进板区，板区啊，漂亮！二挂外面的密码机还差一台整机，这玩具商没飞进去，地下室。他不是飞没飞进去啊，他不该往这个黄娃娃这边，啊、他都不，他已经跟丢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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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哎呀，这一波该干嘛呀？这个兄弟们，这个玩具商太气人了，这也太离谱了，这我也没想到啊。对，带着兄弟们搜哈，以后不要跟着老杨搜哈，以后你们听我的。他咋搜哈呀？他没兜了。这个局厂长现在都，我都不知道穷者现在该怎么打。我觉得这把厂长已经稳赢版了，这大副交怀表赢 了, 也行啊，赢了你这边不是不平吗？但是我赢你了呀，你得做俯卧撑啊，一百个呀，对吧？你是三杀四杀，你是三跑四跑呀。这个答辩嘴兄弟们，我这个答辩嘴真的受不了一点了。厂长，但确实这把的话看下来，玩具商给了两次机会，前期他的那个牵制就没做好，然后那一波呢，但怎么说呢，他不知道这个娃娃的位置嘛。我觉得打比赛其实这个娃的位置，而且他那波还是飞过去的，飞过去远远的看到这个娃掉头都来得及。好，我们上帝视角来看，复盘来看，老杨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这咋说呀？哎，准备做俯卧撑吧，到时候发视频艾特我啊。两分钟一百个啊，我能做完就不错了，一百个就行了。两分钟规定时间，我做不动了。刚刚你自己答应的呀？那我也没想到我会输呀。我对呀、啊，那我都没想过我会输、啊。那你没想过你会输？你虽然输了，你就得兑现你的承诺。那行，视频我加速到两分钟以内得了。那无所谓，反正这大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把的话，这个人击倒以后。厂长我感觉输不了了啊，不平都不能平了，穷者这边平都平不了了。我能撤回刚才我说的话不能？咱俩的赌约
那肯定不行，我这边视频都录着的。不是 QQ 上都有两分钟内可以撤回，没关系，那你撤回嘛，你撤回了以后大家就知道啊，杨忠信原来是这个这么样一个人。哎，兄弟们，我也没想到，这把咱们只能赌他赢吧，既然已经输了，我们这把就赌他赢吧。这把现在厂长，其实我觉得他刚才这边有一个什么点，只要不平就可以了，家人们，只要不平就可以了。这时候许愿让他赢，要么让他输，这输的可能性不大，让他赢，兄弟们。不平，你怎么你这边开的跟我一样的是吧？不是，我没开，我没开盘啊。哦，你是带着我这边的兄弟们去搜哈了啊？哎，我们这边有多少人跟着老杨一起搜哈的呀？我估计90%，90%太多。有多少人压的不平，兄弟们？来扣一。你们跟着老杨搜哈，你们能不能理智一点？对不对？我理智不理智？哎，拿了一个厂长。都看不上了好吧，这谁能想到啊，他刚才节奏都断了，又跑到黄娃娃那边给整死了，谁也想不到啊。嗯，这确实想不到，兄弟们，这有点离谱。现在的话呢，厂长的赢面其实蛮大的，他只要拖出一个闪现差不多就够了，因为现在有一个什么点呢，大富是个突破点吧，叫自起的古董商的道具被耗完了，心理学家开门战是个白板，就求者这把他们在开门战的时候的一个跟厂长的对抗能力是很弱的啊，是很弱的。老杨坑啊，不要相信他，真的，这不是我坑啊，这谁也想不到的好吧。什么想不到，我有太多的局被打脸的是完全想不到的，莫名其妙，对吧，我分析的头头是道，在我看来我分析的已经非常完美了，结果他突如其来搞一波。兄弟们，这感觉要赢啊，赢也行，赢你们就不会输分。嗯，对不对，咱就赌不平吧，是不是，咱就觉得这个不会平就行。我看他有赢面，反正我是铁输了。厂长赢面是很大的，现在这个赢面的话在我看来高达79.08%。我就很自信，100%，赌不赌？百分百，我有什么好跟你赌的？你已经输给我了，你把之前的爱如火，还有这100个俯卧撑给我做完了，再来跟我。边做边做边唱。哎，可以，边做边唱，两个合一起，好吧？你要两个边做边唱的话呢，我这边就不需要给你掐时了，好吧？你把整首唱完，100个做完就可以了。可以。哎，好的。啊，这个局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出现平局了。这个局如果出现平局，我跟老杨的账一笔勾销，我不要了，我就这么自信。哈哈，嘿，好，平局，老杨开始没有用，你祈祷都没有用，这个局能平？这现在厂长榨干流打法，那请看求者被榨的有多惨，这把就四抓，一个都跑不了。好了，人一挂，哎，机子亮了，哎。不要慌，没有关系，小问题小问题啊，慢慢打，榨干，先榨个古董招，跳板给他踹了吧，这跳板不会待会儿出现一些什么，换，转向，找到心理学家，白板。白板怎么了？你能杀我呀？一刀抬走。你怎么一刀啊？你这一刀怎么给我呀？我这个反弹加翻装加速，你怎么抓我？再见，塞欧娜娜，抓。那边门也开不了呀。我那边也拆了呗，你能过来呀？你还得拆娃的。拆呗，那你过来呗，让我看看。一刀先抬，然后换娃。没问题。换娃，对，换，对，可以，好嘞。再来台那边的古董商啊，他没看见、啊、没看见，应该是没看见。大富一个护臂跳，跳板踹了，来一刀脱眉。别急兄弟们，我这把为了大家，我让他赢好吧，我也希望他赢，因为大家都跟着我压的豆不平，我这把我就做100个俯卧撑，能怎么地、嗯、我为了大家，我这把哪么都做，这把必须340。嗯，他这边等换娃的 CD 啊，在等换娃的 CD， 应该是再把娃换过来控这边。哦，不对，他这边换娃不行，他这边换娃的话会有出现什么问题？古董商这边娃一拆，然后开门了，他是个张狂加挽留，他是没有底牌的，闪现一刀先抬，飞轮，
一刀走。好嘞，换娃。对喽，这边过去，心理学家牵起来，那边的话门还没开，落地一波，找大富，大富这边摸的跟真是个白板，大富是个教字起，但是没一刀了呀，两秒钟，哎呀，一刀没了，一刀没的话，他这边要不先把这心理给挂了吧？我觉得得挂呀，不挂的话，哦，这心理教字起的，这心理教字起的，哎，这心理什么时候教的字起啊？我没注意。他刚才是教了自己，然后这边大夫啊，不是心理教自己，然后厂长给他了个火，把这个心理又给秒了吗？没留意到，我们没看到，应该是这样子的，要不然这个心理自己在哪里啊？应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当时可能没看到。这个开局非常刺激啊，兄弟们，看完的。大夫这个时候应该先点门。大黑炭跟傻子似的，不知道跑哪儿了，兄弟们。再给娃上火，这边的话再摸，因为是一个张狂。这边的话没有，都没有自愈了，直接抓心理学家，嗯、还有机会的那去保平。这边看大夫，这边倒机会不大，因为现在全员都是教自己，然后呢，厂长这边两个娃的换娃 CD 都好。不，大夫看这波了，要看大夫的。嗯，大夫要去把那个，但大夫摸古董也不是一摸就起的，他是这张狂啊。但是爬大夫爬得快呀、啊。哎，你有觉得刚才这边那个？大夫应该不要摸心理，先把门点开会不会好一点？都差不多，因为现在你看心理只要没有倒地了，闪现交出来了，哎呀，完了，全局了，全局了，全局了。这边那边一摸满，这把游戏结束了。那边只要摸血就结束了，全局了，兄弟们，兄弟们没豆了，积分没了，完了，大帅惩罚不了我了。不可能，先一刀，这刀打不到的。哎，有了！哎呦我去，打不到的，打不到的，着急了，这刀怎么会打不到呢？这刀他跟过去，再往前迈一步就打到了呀。那暂时没打到啊，结束了。哎，这不会三跑吧？哎，三跑也行，三跑更好，三跑是最好的，兄弟们，三跑是最好的，三跑啥都没了，他，三跑那什么都没了，他就不会再叫嚣了。哎，他心里找到了。心里找到又怎么样？心里找到又死不掉，大不了吃你个闪嘛，我们慢慢打。哎呦，哎，走！他现在想打轮换，他想打轮换，想抓这个心理。门开了，哎，一刀心理，好嘞，先把大夫给赶了。那边古董商，别急，都别走，都别走，大夫还有搏命。哎，大夫没搏命了。大夫先走了，这边心里是不是在爬呀？心里在爬，心里爬得很快，但是这边好像人家不太想打了。平了！哎呦我去！那没有惩罚的呀，那没有惩罚的呀，那没有了呀，钱空了呀，我也空了呀，粉丝的积分也空了呀。